元、张丽君、舒前敏。十四号台裁判员冯楠，运动员丁贵才、傅克强。TV 二号台裁判员王鹏轩，运动员李鹏，保加利亚选手迪利延·提利克夫。TV 一号台裁判员刘法恒，记录裁判员董春波、赵帅，运动员张斌，马来西亚选手郑卫仲。下面比赛开始。请双方选手争夺开球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张兵获得开球选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张兵开球。欢迎您通过企鹅直播平台观看2018乔氏中式台球国际大师赛分站赛江西修水站 TV 一号台的比赛现场直播。大家下午好，我是苏新元。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庆勇。本场比赛对阵的双方是准备上场冲球的，来自福建的球手张兵对阵来自马来西亚的球手郑卫仲。比赛采用13局7胜、80分钟限时，双方轮流冲球。上场击球的就是张兵，来自福建，今年25岁，并且他也是我们的裁判长，台球学校啊，现在上学的学员。有可能就是在球员包括裁判这两个线路上都在发展、啊。没错，也是咱们裁判长这些学员当中啊，比较寄予厚望的一位。啊、哦，年轻，我们也看一看小伙子的发挥吧。对，以前我印象里也是有一个育英旗。对对对，然后打球也是很生胖那种啊，准度也不错。那这个又来个张兵，我们来看看两个人秋风有没有所不同。因为就算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但是这两人性格不同，他的秋风风格也会不同。师傅领进门嘛，修行在个人，是吧？对。然后呢，通常情况下呢，会给他们做一些指点，但是不会。我觉得正常情况下，就是不要去，把他们的某一方面的个人的魅力或者特点给磨灭掉。没错，一定要有，就是保持学员好的那一面。对，啊、尤其是灵性，是那种就是说，您不光一次说过这个事儿，灵性不能够让小孩灵性没有了，就是这些学员啊。一定要让他们敢想、敢去思维、敢打，然后后面大量的线路累积沉淀之后，才是一个在里面筛选一条最合理的，在比赛里去打。没错。如果说你一上来，教的都是一些很书本的、很传统的东西，就是打法感觉很严谨的东西，那么一旦在比赛中需要你去开放性的或者开发性的一些思维线路。就有点懵，没错，因为我从来没学过呀，我老师没有教过我，或者我养成习惯了，本来我是可以敢想，但我老师说你这个打法不合理，以后不要这样去想，就是想可以想，但是你要有多条线路积累，这个是最好的。是的，不要磨灭孩子们也好，或者年轻人的这个心境啊，灵性不要被磨灭。对，
这个让我想起咱们这个大家老生常谈的这足球这个问题。日本的这个青少年就是，教练第一课就是把皮球踢给孩子，干嘛呢？你就把这球给我护住了，怎么护我不管，别让你的对手抢到球。在荷兰阿贾克斯的青训，他的六岁以下的年轻的这些小孩没有训练，全是比赛。第二局，郑维仲开球。上来啊，张兵是拿了一杆青苔。这边看马来西亚的球手啊，郑卫仲。对，哇，很少有的这个名字都是四声的啊，从姓到名都是全是四声的。郑卫仲，然后这个看拼音上，它也是根据这个有点英式的这种啊，是，并不是我们纯粹的汉语拼音。我们这个是汉语拼音嘛，它这个是按英文的发音的拼写。对啊。马来西亚的两位小伙子颜值都挺高哈，帅帅的。还是打后了，白球再过来，对于张兵这边是有反角球啊，下边有一定难度，中带下边一颗。张兵还是左手，对，这左手球员啊，普遍我们都知道啊，准度上是相当好的。是的，那这个斯诺克里边的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马克威廉姆斯，小特鲁姆普，是，包括尼尔罗伯逊，我们中式台球里边的王云。虽然说二号球啊在袋口附近，但是这一杆球还是有难度的，进攻上有很大难度。郑维仲这边也是换了，在局面并不明朗的情况下，主动的去把白球控制一下，寻求呢打一个后手球。这么一撞啊，我们看到现在五号球、一号球啊，都是漏球了。对，大五有机会上去先叫二啊。大五如果直接低杆往回顶 K 八叫四呢，角度还是比较大，不算太合适。
很多细心的观众可以看到啊，在我们这个 TV 台的上方，我们的项目的名称发生了一些变化。对，我们之前叫做乔氏中式八球，现在呢统一改名叫做乔氏的中式台球。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办赛的理念从以前的风靡全国的台球运动，现在已经逐渐上升到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因为目前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在基本上每一站的分站赛里边，包括咱们的国际公开赛里边，都有去报名，是的，或者申请办分站赛、选拔赛等等这样的赛事，来去要机会来中国打比赛。嗯，像本次我们的秀水的分站赛，有将近来自19个国家的28位对国外球员，这个军团分站赛的这个海外人数真的是很多了啊！相信未来2到3年之后，可能这个人数会上升到3位数都有可能。不太敢想、啊。嗯，这如果要是国外能来个7、80位，那这个比赛就味道就变了，就应该是非常纯粹的国际性的一个超级大赛了。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2016、2017年直播的时候也说过，我说有机会的话，让我们的球员到海外去打比赛。嗯，以前都是我们请进来，对吧？我们以后走出去。这回有了美国 美国的公开赛。嗯。决赛是还没有打出来，没打出来呢。胜负和败部有了。对，现在是这个先进决赛的是波茨，啊，然后那边还要得等这个小刘闯跟范波宁的胜者，然后再对阵李赫文，再决出一个这个决赛名额。比赛时间呢是在明天的凌晨5点，嗯，是半决赛第二场，然后明天的上午8点半是最后的决赛。紧接着美国公开赛完了之后，我记得应该还有法国。对，嗯，今年有至少2站，明年后年，这以后我们在海外打比赛的时候就不一，那什么劲头啊，劲头是吧？而且赛事如果时间安排比较充裕的话，嗯，像这个去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等等溜达一圈，对，啊，香榭丽舍大街啊，咱现在就走吧，勇哥。别走，开个玩笑。好球，这杆中弹非常准确啊，准度相当高啊。直接一库停不坐啊，走2库过来，直接叫到这个6号跟13号球这个缝隙中间，或者是轻轻顶一下13也行啊。顶到6还能打，嗯，还能打就行。这杆球如果说想要避开10号啊，一定要带一点点低杆，不能撞到库边上的10号球，然后从10号球右边边库弹起来叫回吧，不需要很大力。坐上了，还是杆法不够低，力量太重，导致出现这种状况。延时，就是现在叫延时有点早啊，对吧？刚刚走几秒钟，他可能是有点，还是经验上啊，稍微有点欠缺。右边边库有个2库解球线路啊，直接1库解的话，需要下很强的低杆发力，然后横向的从右往左解。走2库的话，需要在右边开球线上方位置啊，找一个左侧高杆的位置就好了。到2库解黑吧。而且这个位置还有点够。再看2库线路。10秒。嗯，这个位置还是有点浅，还是想的是走多库啊过来。这样3库过来力道犯规，
你也不要说他这个球，如果真力量再足一点的话，中单还是有可能。但是这个球确实力道很难拿捏，力道一大了，反而这分离线路也产生就不一样了。对，你碰这个黑八的厚薄就有变化了。十一号啊，十五号两颗球，都是可以选择。放到这儿就直接先包十四了，那十五号作为一个保险球。哎，哦，这个球打得有点保守了，明显就是没太想往里进，不像第一盘这个张兵打的球了。也是感觉自己的十五号贴住了对方的八号啊，可能想再求稳再整一杆啊。用咱们的白话讲，不做白不做，先做一杆也可以。而且他瞄的这刚才打十四号就这个薄厚啊，想的是刮一下带角，十四号挺带口，对吧？几道还是漏球，现在就可以收网了。如果你还想再稳妥一点的话，接着用十二、十五、十号球，还可以形成吊球，或者斯诺克啊，都可以。这么准，前面那杆自由球为什么不去攻一杆啊？现在也可以。轻，这杆球直接高杆向上推的话，角度后面十五号容易较大啊，看会不会直接下一个中低杆，从右边的边库啊，再弹一库起来叫十五号右边中带。看他这架势是要攻底带了吧？他的选择啊，打中带跑两库，十秒，延时。
很准度。A 八还在走，漏球。第二局，张兵胜，比分2-0。第三局，张兵开球。上来有球扎进，但是先这杆去选球的话，看下边九号和右上角的十一，右上角十一号球这个位置需要俯身，要小心身下球。中袋刚好有的打，打完十五之后，左边十二号还要看是不是单独够下。如果单独够下的话，这盘球位置还是相当好，因为刚好右边有机会可以用九号球去调整十跟十三，甚至于说这杆看看十五跟十二之间的一个过渡角度。直接来了，这两个球解决掉上方，看来中袋十二如果说够下的话啊，还是相当好的，有机会先打下边十号十三，然后上去用十二号叫九，九叫八就可以了，还是有点小。对，你走往上一点都没关系，后面打九的时候就算横向打高杆吃库弹过来，黑把底带也行。就往往咱们的球员在这种球的时候总会下意识的收一些力，最后叫一个反角度的球。是的。十秒延时，要带一些右塞啊，上去杆法不需要很低。最好的效果是低杆往回退一点点，这种球如果说还是问题，没有效。
这杆底带如果能打进，还要下低杆再往回走。这球如果就进了的话，也是没得打，可能还是说防守居多啊。无伤大雅啊，这边挡住了，郑维仲这边也不太好上手来解开局面。如果说敢想的话，尽量把白球往六号球上方去塞，逼迫对手把六号球打跑，但这个要求太难了。你塞到那儿位置合适，对手再一踢，直接就是个斯诺克了啊。楼爆制造一些困难，那这个球还要看看上方的六是不是自然角啊？是自然角，后面可以有机会用其他单色球去传，甚至于说，右边中带的五号有向上角度，也是可以有机会去 K。张兵来自福建，中式八球福建的球员还有哪位？邱炮王啊、哦、对，还有雷一伟啊，对对对，我雷伟民，雷伟民，对，雷伟民，这两位小将有时候容易搞混啊。雷伟民，然后还有姓陈，哪位想起来了吗？陈志毅啊、哦、当然陈志毅应该有几站没有来打的，是可能因为听着这个耳声嘛。对，还有那一年福清站打得不错的，就是福建那边其实有些选手可能因为路途遥远或者个人事宜没过来、嗯、啊，拼吗？右边底带挂着右塞啊，从左边车两脚向上兜，单纯打进我觉得还是没什么意义啊。这个球就算你进了，现在你还要轻轻打一下带口球，就是现在这个位置对于张兵来说啊，二号球都有机会可以接力啊。比赛时间也过半，
10秒。看了半天，这个中代理的还是有点儿没想清楚啊。打这个5号球右边中袋是没有的，你必须要从上边往下来，叫右上角底袋。然后还要一杆准度，并且白球要控制好。看角度是向屏幕右边的啊，你黑八是轻轻刮一下，还是直接叫到黑八的右边缝隙里边？好球，还看着够悬啊！对，还是准度好啊。第5局，张兵胜，比分5-0。第6局，郑卫仲开球。开球时机。重新开球。已经2次开球时机，第三次判负一局。第6局，张兵开球。现在郑卫仁这边也是两两次开次球开时球机时了。机，对，再有一次将判负一分。冲了个好球，没有球进，给对手一个相对开放的局面。单色花色都不错。
这个球你是叫三还是叫五？是方向是不明确的。我在一直在判断他这个教位的这个意图啊。我以为他奔三着来的啊。是，但有点没看懂。嗯，我估计还是因为他今天的一个竞技状态，这白球控制上还是不到位，所以说容易出问题。这杆同样是一个道理。你这样就是把简单球都打光了。他这个球其实应该，如果打中的啊，再往上一点点，往左一点点，然后你二号球右边是没有好带口的，你就可以继续叫左边带口。甚至于说，刚才这杆你是直接叫二，右上角底带，那也是杆法没控制好。这球不进就给人留九号。你看，哎。有运气球，嗯，刚好红三。那么这杆运气球一定要抓住啊。比如说这个红三，你是叫二号右上角，还是叫七号球的一个向右边的角度，要明确。那这样到七叫二啊，最合适的就是叫到开球线右边，二号球打左边中段。还是地杆太多了。白球得绕球台了。绕完的效果。看基本准度了。功亏一篑。还是出问题，嗯，又是给对方一个非常好的局面啊。右边两颗，左边一颗九号。打九啊，调整一下。力量。太轻了。再来薄十三，这回有难度了。好，右边中带有十四啊，左边留角度向下十一号中带，然后有机会可以去解决刚才 K 过来这颗。先打十四，而且白球啊，一定要尽量的不要靠勾边。哎。再走不好，底带没有，右上角十号球再来过渡，而且需要下地杆走两库。看看张炳怎么想，是做防守还是要继续拼。十秒，延时。
他感觉好像是没太想往里打啊，因为你白球现在放的这个位置在进攻上是非常不利的。反正这盘张兵这几颗就处理啊，有些乱啊。有可能是漏了。能打到，但是看不到下球点啊。好球，真准啊！这杆球，那么再来，还再来，对对，十三，一个比一个难。同样的力，打进自然就衔接到十一了。杆法也不需要特别低啊。第六局，郑卫仲胜，比分1-5。谢谢。关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 ，LP。让梦想更进一步。第七局，张兵开球。开球时机，两次开球时机，第三次判负一局。两颗。重新开球。第七局，张兵开球。
这边双方都是两次开球时机，郑卫中这边想玩个战术 啊, 啊。我也不开，让你开好了，但是没想到对手开进了啊。所以没办法，始料不及啊。因为在本场比赛，郑卫中第一次开球时机的时候，这个张兵选择自己冲，啊，自己反手还了一个开球时机。对啊，双方也在这个开球时机上慢慢的。我觉得咱们的球员从那一次万通乐啊跟阿布拉江的比赛之后啊，这慢慢都开始啊玩一些心理的战术了。对，很有意思。角头黄一看准度了啊，刚好是左边有六号就可以衔接。稍稍带一点力啊，尽量让白球啊离库边稍稍有点距离就好。太轻的推，白球离库边太近啊，你下一杆击球有很大难度。想清楚啊，单色球不是没机会吃光。厚了一点，对。下一时段比赛在5:40，也是今天最后一个时段的比赛。对。因为呢，我们上一次比赛应该是石家庄的国际公开赛，是在另外一个平台直播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企鹅平台的这个观众啊跟水友总会在私下里线下询问我，说咱们这个大师赛以后还在不在企鹅平台播呀。我们在这边啊官方的直播间再跟大家呢啊表个态，重申一下，至少到2019年12月份啊，我们都将在企鹅平台看到我们的大师赛的现场直播，这是没问题的啊。对，为大家放心啊。美国公开赛的比赛呢，其实也会有网络直播，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台球圈有料”，右下角美国公开赛的选项，点开之后有视频，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在企鹅的直播间。对。还是那句话，风里雨里，我和张指导在乔治002等你。对，没错啊。张兵本场比赛的这个准度啊，依旧保持的不错。对，如果说小伙子能够在以后的比赛，这个白球的线路上，交位的这个精细程度上再提高一些的话，还是非常有前景的啊，有发展，形象也比较俊朗，24、25岁的年纪，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说到年纪啊，哎，老衲也年轻过啊。六号球底带还能打啊，而且白球呢也是有一点点啊离库边点近，这杆球还需要从左边边库高杆弹过来，看看位置，叫底带了直接。
杆准度。力量稍显大啊。而且他叫的这个位置其实对于左手球员是不太好出杆的。正位中的话有机会可以打下方的十三号，横向的将黄衣撞进，用十四和黑八来去做防守。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去选。对自己准度很有信心吗？还是要这么防，我觉得帮进就好了。嗯，那个位置可能对他来说他觉得不太好帮啊。嗯，白球有点嵌到这个带角附近了，贴库了。十秒，延时。不太好过，有角度，弹过起来有可能就要碰到对方球啊。十秒，那么整盘球现在花球，如果十号球后面啊，就是说这杆十四推过来，叫十叫到位，能打进，然后用十一再下来，下边带口附近这个十三号肯定还是要接对方黄一力才可以的。那这杆十四看有没有什么想法？嗯，哎呦，这样的话都是难度球了，把十一打掉。变成了一个边库十号，他的这个意图是什么？意图就是没想清楚啊，或者说对于中巴的这个理念上，我觉得还有待提高。就是我刚才在给他设计啊，我说你打进中带之后推过去，十号顶带，然后十一左边中带下来，也是一个化解局面的一个线路啊。他这么打完之后，你所有的球都得靠分离角去找啊，这个不是顺势的一个。较位方式，而且要求准度很高，对，都得靠杆法跟力度去改变这个线路。张兵也在看五号球组合黄一，传完之后白球不要停在十三下边，所以说也过来看一眼。这五号是整颗船还是扫库边？扫库边是肯定要去撞对方球的，就是五号先喷库再晃一，再撞完一之后呢，再撞十三。
又是漏机会，右边底带。这回郑维仲应该拿下了吧？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大的这个压力啊，思考时间也不需要那么长。两勾叫中带啊，直接下低杆往屏幕右上方走，就直接叫十啊，简单交位方式。哎呦，这颗五号球不会挡住中带了吧？那得多背呀、啊！还是应该有下、啊，还是够打啊。嗯，但是这确实这么打有点累、啊。没错，难度也有点高。有的时候经常探讨，比赛当中严谨没有错，但是你过于严谨也是没有自信的一种表现。我觉得还是这张平啊，对中巴上、啊、想打好咱们比赛，这边啊，郑维仲啊，还是要多去练一练。是。对于中巴理念要提高。就张兵这场比赛啊，表现目前来看啊，还是中规中矩，因为他的一些基本球准度的维持啊，还是不错的。对，准度在线啊，最起码打十颗里边中长台也能进到六七颗以上。第七局，郑维仲胜，比分2-5。第八局，郑维仲开球。犯规。这个这犯规还真是挺值，救了郑维仲啊，不然就失机了，第三次送一分了，对，送一分了，就对手上赛点了。就我们说到这儿啊，这个很多的球友跟观众啊都会在线下询问说，这个咱们乔氏的大师赛在这个失机跟开球犯规上到底谁是先谁在后啊，所以刚才这个例子是明显告诉大家，在失机跟开球犯规都出现的情况下先判犯规，对啊，所以才会出现在除了 TV 台以外的一些排场的比赛当中，选手们啊，利用这个规则上，在冲球上做一些文章，或者说故意的犯规啊，让对手冲球。上了一大一 K， 右边中带来看看这个十号球啊，角度合适的话，但是后手出杆有点别扭啊，要打准。有没有可能去带一下啊？边库那颗花球，没问题，效果还算可以。右边继续中带可以打，
啊，就看现在的左边中袋和右边下方底袋要选一颗，一定要选一颗，因为现在屏幕上方的十一号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过渡球，它附近有二号球、五号球，而且八号下方的底袋呢，目前左下方底袋黑八是后面有机会可以交位的，所以说这个时候选择一定要清楚，先来打十三，发点力，没打进。还是要放白球，看看位置。七号还不错啊，刚好挡住了九号球。但是这个位置上方十一右上角底带有机会可以去拼一杆。准啊，一杆解决问题。十四号角度刚好是向下，这个位置直接低杆回来，然后再从二五中间上去啊。看角度，啊，没有旋转在这里边啊。这个球其实可以尝试带一点点油菜地杆的，但是没有用。变成了一个两步解球啊。犯规。自由球，不能太轻啊。多少用中低杆一道发力弹起来，好球再走，不算好啊，还是有点轻，我们不打了就轻轻打下七，做一杆防守。
勾一杆，左塞，犯规。左边旋转用的还是不够，又是一杆自由。自由球。这杆球其实有把握的话可以上手摆六啊，但是正位重呢并是没有这样去选。打四号，带球中继杆往屏幕右上方走，这位置可以交到七，打七交二，依次向上打。这个球关键后面还是六号一个大问题，不打了，变成一个五号球。那么到这儿啊，又来问题了，继续再防一杆，还是要拼红三。如果你拼红三出问题不进留机会，那么你前面这几杆球其实处理的就是有点不太合理了。除非是能够拼进并且将六号球这边去解决。还是想打。想打其实上手刚才摆六号右边中带是合适的。按照现在所剩的时间来看，胜负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基本定了。张兵应该是可以拿下这场比赛。如果双方都在胜者组，那么张兵将会晋级。对，那如果是败者组的话，后面还有比赛，还有比赛的，只不过就是明天了。对，犯规，犯规，自由球，给了三个了啊。自由球。距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五分钟。六号，二号可以叫右边中带啊，七号右边底带，这位置都是可以叫，甚至于左边二号总带都行。关键看你的低杆的低的程度和你的右塞。变成了一个薄球，需要从下面绕球台。七号左边底带没有，可以绕三库再往屏幕的上方多走一点，打右边的底带啊。哎，直接叫了个中带，那就看你的准度了。角度合适，往上一蹬都不需要吃库了啊。想法挺好的。但今天确实啊。对。这个。他的失误很多。在中长台的一些进攻上手感并不好。他也反复在找这个感觉。好球，张兵这边就是有总有一些神来之笔啊。第八局，张兵胜，比分6-2。第九局，张兵开球。
球有球进，而且上手呢可选的机会也比较多。滑球还不错啊，上来十一，右上角底带。打到这儿的话，十五可以下来，先把十二跟十二球打掉啊。够直，继续的低杆往回退一点点。看看没有比赛胜负的压力啊，这一盘张兵能不能够完成开球清台？还是留了一个十二，那你就打十三，留九号右上角底带，再打九下来叫十二。看角度，看来是有点向上啊。需要高杆了，好球！都可以借一来，哎，不将球定位了啊！果然应验了，开球清台，恭喜张兵获得胜利。下一时段比赛是5:40，我们到时再见。